大家好，我是 Ellie， 我今天穿的是一身明制的竖领对襟袄裙。可能有人问了，明朝不应该是穿交领袄裙的吗？要知道大明王朝前后276年，在中期确实是交领袄裙的天下，往后逐渐演变出了竖领这种形制，一直到了清朝，汉人女子们还是习惯穿着竖领汉服。后来竖领慢慢被应用在了满族的旗装上，最终成为了旗装的一部分。一直到了今天，竖领或者立领已经被认为是中国人服装最具标志性的特点之一了。那么作为现如今民族服装的代表符号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先来谈谈竖领到底是怎么发展演变而来的。还记得这张著名的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吗？从图中可以看到，宫中所有的女人和孩童都是穿着交领袄裙，可见当时这种形制的受欢迎程度。不过咱们再仔细看看，哎，有没有发现他们的领子上都多了一枚小扣子呢？从时间线上来看，明宪宗是明朝的第九位皇帝，这幅画是1485年所作，表现的是明朝中期的服装特点。那明朝将近300年的时间里，女性服装是怎么演变的呢？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直观又靠谱的方法，就是看明朝历代皇后的画像。从开国皇帝的马皇后开始，领子是典型的交领，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也是交领，明宣宗的孙皇后还是交领。注意了，到了明英宗的前皇后，领子上出现了一条垂直的中线，却没有扣子。然后到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明宪宗，他的皇后王皇后已经穿上了两粒扣子的竖领。再往后，明孝宗的张皇后也是竖领，明世宗的陈皇后同样是竖领。到了明末年，神宗的王皇后衣服样式已经有了很大改变，不变的是领型还是竖领。虽说宫廷内和民间的服装潮流并不尽相同，但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。看起来从英宗到宪宗是一个从交领转变到竖领的过渡时期。宪宗的行乐图里，妇人们已经尝试在交领上增加纽扣，最终演变到竖领两粒扣子。可以说到了明朝晚期，竖领已经完全成为了主流服饰，理所当然的它被沿用到了清朝。由于清朝的剃发易服政策有男从女不从之说，所以汉人女子们还是穿着明代衣饰，和身着旗装的满族女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在这样两种文化互相冲击并存的状态下，旗装也渐渐从无领过渡到假领，最后融合加入了竖领，成为了旗装的一部分。再往后到了清末民国年间，明竖领渐渐演变成了现今电视剧里常见的立领，更成为了国际上代表中国服饰的元素 Mandarin Color。 我今天穿的是典型的明制竖领对襟短袄，明朝的出土文物例子也不少。明代女性大多会穿马面裙或者褶裙，马面裙我以后会细讲，这条是一片式褶裙，打了全褶，就是褶子一直压到底部。我很喜欢这条裙身下摆的印花图案，都是古代女子梳妆打扮会使用到的器具。现在市面上常见的一片式裙子有两种系法，穿孔式或两条系带式。这条裙子就是穿孔式的，所以围在身上半圈之后，可以把其中一条系带穿过打好的孔。把剩下的裙子绕到后面，系带在身后交叉，再绕回前面打结固定。这件就是竖领对襟短袄了。袄泛指双层有衬里的上衣，袖型是箭袖，有接袖，衣服后面有象征做人要正直的中缝，衣身正面由4对金属字母扣固定，领口还有2对。衣服外层的材质是藕色暗纹提花，
在阳光下 bling bling 的特别闪亮。按理说这种树领袄里面应该搭配圆领中衣或者背心穿着，奈何我还没有，大家可以忽略我身上的 T 恤。穿上身以后，把前襟对齐，我一般习惯于先扣身上的扣子，把子扣转个角度插进母扣的环里就好了。身上的扣子都固定好之后，再来扣脖子上的，因为脖子上的扣子间距小，难扣还容易开，所以留在最后做。有朋友跟我说脖子短不敢尝试竖领，但是自以为剪裁得体的竖领可以很好的掩盖这个缺点，不过这件的脖围对我来说还是稍稍大了点。仔细看的话，后面领子较高，渐渐过渡到前面变矮的剪裁，也让竖起来的领子不会有让人喘不过气的感觉。最后戴上一条长项链装饰一下。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来告诉我你的意见或者建议，我会继续做更多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视频。那下次再见啦。